八，哇，烤鸡可以卖到八位数。基督教那些烂事，完了，你要怎么样重新就是完全戒掉那些，然后过新的人生？是从我爸过世之后才开始改变的。那你们现在那个烤鸡业绩是大概多少？比他少。可是你烤鸡对啊，多少？几位数？几位？一年好了。八。 哇，烤鸡可以卖到八位数，因为我们很多团队在卖，对，所以是每一天大概可以卖出几只？大概五六百吧。啊，一天五六百只？是卖一整只吗？整只的，就手扒鸡那种。哦，对，给客人回去试一试，直接吃这样。嗯，蛮好吃的。你有吃过？我有吃过，而且因为我觉得大仁哥的定位很明显，他就是。 薄利多销，他那一只鸡其实没有很贵，就比一般我们吃到那种烤鸡再便宜一点，但是真的是那个人潮是超夸张的，还有个女人优惠嘞，对，发那种股东福利品一样的意思一样，就是真的是大家都拿号码牌，然后在那边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每一天你们会那个出没在不同的地方，可是都会有那么多人，对，因为他把订单先卖掉了。 他就是我们这一团只有这一厂只有500只鸡，对，那个号码牌都卖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拿的那号码牌去买，他没有库存的问题啊。哦，所以你一开始怎么会选择要烤鸡不是炸鸡排？鸡排我不会，烤鸡是你谁教你的？国中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喜欢烤鸡啊。国高中你是怎么烤鸡？你就有那个瓮了？没有，去五金行买那个铁桶啊，小的。 原本是要做什么的？放手啊，脚啊，乱讲。那个会有汽油桶。比如说，那个斗殴完之后，你就立刻烤几只鸡，然后就犒赏兄弟们的辛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啦，就喜欢兴趣了。对，烤鸡这样子。对，兴趣。就陈勇斗狠之后，想要沉淀下来，然后就烤一只鸡，然后慢慢思考说，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之类的，是这种心情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没那么戏剧化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我看过他的专访，就是。 你以前是不是就是真的像我们刚刚这样开玩笑，对，做了一些逞凶斗狠的事情？就吸毒打架那些烂事。哇，那你要怎么样重新就是完全戒掉那些，然后过新的人生？是从我爸过世之后才开始改变。哦，以前是游手好闲。所以是爸爸过世之后，你才真正的觉醒。对对对。哇，可是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一直有坚持的这个动力？没有钱就坚持啊。 哦，对，然后看的那个链子越来越粗，下一步对，有目标啊，就你下一步的目标是再更粗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多粗？跟你手一样粗。哇哇哇！那你要先去练脖子，脖子是重点吧？对啊，太不紧，先要把这边那个肌肉练出来啊，不然你撑不住。来欢迎 网军，网军，网军，你很烦哎，就不要讲，是吧？是网军吗？我也要开始。我猜对，你真的很烦，真的是，你就不能知道点悬疑梗吗？那万一我们现在录到30分钟，全部被你猜对了，是不是很好我们的脚本？没有啦，真的没有。脚本里面也没写他们是干嘛的，所以即便没有他啦，我还叫你钱啊，就是一直猜这种烦哎。对，网军不是就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吗？哦，是哦，就是明明上网骂你的人啊，酸民，你有没有上网集体就是一直讲我坏话过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爱你，可是如果比如说有人聘你，就是说专门写小孩子坏话，重伤他们全家人。 这个case接不接？可以啊，还是得接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原来就干了。所以请问，如果接下一个就是攻击小孩子全家人，然后就是想到就是很惨，这个 case 大概可以，你要收多少钱？下地狱吧。那应该说，如果是会涉及到法律就不行。OK。没有，就只是在那边瞎编故事啊，说想搞老公不相爱啊。他们就是越大咖，他金额就会给越多。 哎呦，分了，哎呦！所以你目前有写过谁的坏话？政治，都是政治人物互相攻击，对。所以就是不管哪一个色彩的政治，都有请你们公司的人去写过。嗯，有。可是骂人也要很有创意耶。
对啊，因为你们不能就是骂的，就是说好烂了，你们都不会工作什么这种。对，而且客户都会要求说你们的内容一定要达到什么字。哇哦，对，言之有物。然后你们自己再去延伸成各种不同的，因为你们一打要打好几百则、啊、千则留言。所以会有很多网军啊，就是我们是算部门，所以底下会有很多网军攻读，对。然后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，说，那你打那一句，我不跟你重复了。对 对。可是换个方向，一样在骂他。对，就是一群是写手，然后一群是给账号这样。啊！哇，整个公司有多少人啊？那网军通常是会算攻读的，他们就是兼职的，不是公司的。PD。对。可是网军本人的品格有没有可能是很好的？也有，他只是为了赚钱。有，你是好人吗？我是。可是你有写过真的，你自己都写到手软，觉得说我这样写真的太过分了，对不起你家什么什么的。有一个案子我自己就挡掉过。什么？对，他是一个太太，然后他来请我们写评论攻击他的前夫，那是因为他前夫要结婚了，他就觉得很不爽，就想要叫我们在各大论坛啊，然后甚至发新闻稿去攻击。是名人吗？不是，可是她老公是作家。哦，对，然后你们就没接这个，有就挡掉，因为他就是要涉及到一些攻击他的，然后包括他的老婆，他也要攻击。哦，对，所以你们会劝他说不要这样，做人不要这么狠毒。会，就是挡掉这个案子，因为就是怕会涉及到一些账号或是他的内容有点夸张。那你们的工作可以接都去夸奖的吗？也是可以，可以，就是也是可以做好事。那夸奖这样大概多少钱啊？干嘛想夸奖自己？你要夸奖自己是不是？夸奖我自己也可以啊。你们是一则留言一则算吗？对，一折多少？一折一折多少钱？对，评论的话，然后都要不一样吗？就是每一个留言都要内容不一样，还是会重复？要不一样。对。那你们一个人有多少账号啊？对。每一个人他很多，可是我们通常一个人不会让他有太多账号，因为不然这样很容易。对，不然很容易被坑。所以有些艺人莫名其妙突然收到很多人那个进来骂他，那应该就是。有人别的公司派水兵去攻击他吧，也有，有可能，就是相类型的，但是艺人几乎都买正面的，我自己遇到都是买正面，就是什么粉丝啊，然后底下留言，所以我刚刚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你有接过那个粉丝那个明星然后写好话的吗？有啊，有，谁？哦，你听，他比较知道这个。买正面的 啊对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想到他们留言很多哎，可是我下面的都是真的，我没有买哎，看得出来，我们看得出来。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就是他的账号，我们通常会点进去账号看他的是真实性。最近要选市长，你们应该薛海了吧？薛海了，薛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各种重伤还有好话都要写。对，但现在比较走向，因为现在太容易被抓出来，所以很容易走的就是以防守为目的啊，就是不会主动去太攻击别人。对，因为大家就你买网军，他也在买网军。所以你们公司算是网军界比较大的公司吗？算是，对，但是整个行销都有啊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让我们了解网军这个工作。谢谢。所以网军虽然他们常常必须因为迫于工作的关系要攻击别人，对，但是其实他们很多本人是善良的，只是因为必须要赚钱。星座师动保局这个猴痘的猴痘专家，恭喜猴痘专家，真近色了，对，真近色，抓好。还好你没有说我是动物园管理员呢，不会不像，所以抓猴抓大家都说抓猴吗？啊，是抓猴，要穿西装，对啊，所以你是抓猴吗？我是，还不是穿这个是不是？不是抓猴，不是真近色，相声。娃娃机台主，是娃娃剩的，瞎了吧？娃娃机台主不需要了。拍手哎，会不会是拍手员呐？拍手员，你说跟网军一样，他们是现场这样。对啊，很烂。可是他的长相又很震惊，对啊。然后又拿一个这个玩偶。其实我还是你是卖玩具的，对啊，对，就娃娃机。我其实是小三劝退师。什么鬼啊！小三劝退师，哪有这种的？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吧？没有，我们是有个团队。其实我还是你是卖玩具的，对啊，对，就娃娃机。我其实是
小三劝退师。什么鬼啊！小三劝退师，哪有这种的？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吧？没有，我们是有个团队的。是不是只有你们这间公司？对，全台湾。对，哇，团队几个？总共有几个人？我现在目前团队有50个人。哇塞！有这么多小三哦？小三很多。你最近接到的案子是什么状况？最近接到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。以前一个线，以前一个线上的艺人，哇，那个谁，好刺激，不好说，好说，啊，你跟我讲，我不会讲，啊，女生呢？对，她是被劝退的，被劝退，那么老了。还被劝退，他是小三，对，而且年纪有了。你有听到哦？听到了，没？他说以前的艺人嘛，那势必是一二十年前，是最近的，这不是老艺人。然后呢？然后是由你出马吗？我们的团队。可是怎么开始就是进行这件事？我的委托人是在国外，嗯，然后就是应该是老婆吧？对，老婆委托我们来进行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个女生呢，就是。在某一个饭局里面认识她老公，嗯，然后就长期的接触，被我的委托人发现，嗯，然后她委托我们，因为她不太想用抓奸的方式，她不想要搞那么难看，对，她还想要跟她老公继续下去，挽回她老公这一段婚姻，所以她就委托了我们，帮她规划了一些事情。但这个女生有一次比较特别一点啦，那我们花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，两年多的时间，以她的状况，好来去帮她规划设计啦，一些事情，人事物是不是要安排一个帅哥跟她邂逅，然后让她有点爱上她？那个到尾段的，那个都是尾段，真的有，尾段真的有这个，然后真的他们真的爱上了吗？听说现在在一起，还是在一起。所以那个被你们安排去邂逅的那个男生，也是你们公司旗下的人哦。不好说。他这样不是等于是骗那个女生感情吗？那会再自然而然的再分开。哦。啊！这只是一个工作，对，他不能真的放感情。对。这样合法吗？对，很奇怪。可是他已经跟人家小三了，被带走还好吧？那约会的费用你们要出吗？因为他在新的男人委托人会出。哦，两年的局，不赖，委托人会出。两年，不赖。所以你们这个付了2年的局，总共花了多少？总共赚了多少钱？大概7位数以上。哇！你要了，肯定要啊，肯定要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将近8位数，光约会。可是一个 case 需要布局2年呢，不一定呢，两年是算久还是？我快的有3个礼拜就结束。哎呦，那有没有被发现过吗？没有。说啊，真的哦。Never。所以你会推你们里面有编剧，实际有很棒的演员，还有什么？还需要什么？美术吧，规划人员啊，任何的各方面的人员都要有很充足啊。市农工商啊，那你们去哪里应征这些人啊？对啊，去哪里应征？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的人员，几乎都有在社会有一点经验在，他都可以去扮演任何一个角色。是啊，千面女郎，就如同是诈骗集团一样嘛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帮助集团。我们是帮人家解决不了。他要解决的问题，所以你现在还会那个亲自出马吗？我不会，还是说你已经是 level 太高了？不是，我是规划的那一员。所以你每一次策划都成功，几乎90%以上。哇塞！所以失败那一次是发生什么事？失败那一次是出去的人真的不小心就爱上对方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事情就透露给对方。Oh my god！ 这是电影情节。劝退小三是男的还女的？男的去劝退小三，劝退那个女小三，结果那个男就爱上了小三，真的爱上她，真的爱上她，就把他要做的事情就告诉说，其实我是来劝退你的，是谁谁谁委托我，对。然后最后嘞，他们就在一起了吗？没有。然后，但是他被公司fire了吧？对。哇，那女生应该有去就告他吧，就告你们公司之类的。其实
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让他告的，对啊，那要告什么？那有帮追吗？帮追哦，帮追啊，也有啊。也可以帮追，可以可以帮追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本来他都会规划，就规划一套帮忙追。哎呦，真的很多现在单身男女都找不到男女朋友啊。其实追会比劝退还要难呐、啊嗯，真的。对啊，那这样低消多少啊？低消，低消，这就要关紧。这不好说，每一个案子都不太一样啊。嗯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看当时的状况、嗯啊。那有小三去劝退那个正宫，让他退？有，有，就等于说互相。可是我们一般不会太去帮小三去劝退正宫，我们会去了解了。会了解说那个老公到底跟他老婆之间还有没有爱，对对，他们的关系到底是到什么样子？不是说谁先花钱就帮谁，嗯，当然的，还是有，我们还是要站在比较正义的一方，道德道德，不像不像网军。欢迎卢拉拉，哦，怎么那么严肃？这个不就是那个什么东西吗？无所限，对，法医。应该不是，是鉴定。对了，鉴定赛车，还是说你是去负责拉这个线的人？拉线员，我负责拆这个线。拉大线修复师，行李箱业务了。清理员、清洁员。对的。什么清洁员？什么的清洁员？清洁员啊，一般什么清洁员？哦，什么？命案现场，命案现场的清洁员吗？是的。Oh my god！ 命案现场，真的。哇！天哪，那你会看到很多很可怕的画面呢。嗯，什么画面都有啊，吓死了吧？是说那比如说如果有人跳楼的话 ，Oh my god！ 现场的清理是你们去做清理吗？要看他坠落在哪个范围。我天哪，什么意思？如果说是在道路上的话，那算政府这边会做协助。那如果在室内，像社区啊、中庭啊这些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委托我们的。所以等于说各种尸体几乎都看过。其实这一行一般来讲很少会看得到遗体，因为遗体的话，正常也会来做接运走。那可是像轮到我们的话，内脏在地上，比较少，可能也腐败的组织啊这些。那除非有一种特殊状况，就是说像你看我那么胖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巨大，有一些状况是说他的遗体，我们都没有安慰他，我们才过去。承认这件事情了吗？因为我看也差不多，时间差不多，我懒得多讲话。像有一些他可能遗体他也比较巨大，那可能他腐败的比较严重，那就会由我进去把它给扛出来。好伟大！怎么扛？有放在架子上面还是什么吗？就是要先套在尸袋里，装在尸袋里面，然后硬把它背下来，这样背着它。对啊。可是你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，你心里有很深的恐惧吧？其实你说恐惧也还好，因为那时候看到一瞬间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的。哇！可是你怎么会选择这个行业？因为没有人愿意做，做没有人要做的事就会真的。那薛海喽？你没有？我不写嘞，我不能写嘞。我们之前想要说你很伟大，就为了薛海。因为没人做嘛，所以案子接不完，包括车祸现场都是你在负责的、啊。车祸现场倒不是、啊，车祸现场他有另外专门的人来做。哦，那如果老实讲，收入都是命案的，对啦。就是如果说他是独居在家里面死掉的话，就会是你们去处理。对，是的，所以赵哥刚才说薛海那就没有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个案都是有一点贫苦的个案。哦，你不用理他，他这人讲话就是很没有口德啦。那有遇过灵异事件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哎，那你们就是帮忙，就是清理过后，然后有入梦来感谢你。哎呦，这个倒从来没遇过。所以你从事这行业多久了？已经六七年了。那需要先看八字，然后才可以加入你的团队吗？应该是说，很多人应征的时候都说自己的八字 OK。哎呦，可是一去了之后，最早抛掉的都是这一批人。头晕了，不是头晕。所以就有没有人就是当场昏倒，或者当场吐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吐跟当场直接绕跑的一大堆啊！哦，你说他接了这个 case， 结果到了现场突然反悔了。对，那就哎，一回头不见了。场面太味道很重，味道很重。那你真的很厉害耶！这个去之前要做什么仪式？比如说先拜拜啊，干嘛的？我们没有任何的祭拜仪式。对对，我们的。应该说我们有规定同仁，我们不做任何祭拜。所以是不是像韩剧的那个遗物整理室一样，你还要把遗体信件什么的，对，然后还要把家里环境是不是也要做清洁？嗯，是的、啊，就是
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内容其实跟我们做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就是把现场做好。伟大，那要抱着非常虔诚的心去处理这些事情哎。因为这一行真的是讲真的诱惑很大，就跟遗物整理师有看过，嗯，可能床单一掀起来都是钱啊，对啊，钞票首饰什么，你有看过这种哦？有啊，然后你有拿吗？有拿，还给别人啊。哦，不拿起来怎么办？还给他的家人是不是？人真的很好。那你们是只是把这些东西归位，还是说你们要负责说什么？帮他刷一刷啊，然后用个泡泡什么的？应该说是要还原到一模一样。应该说完全没发生过事情的样子。而且我看，那我看那个遗物整理师，然后有一些是他藏在哪里的信件或什么的，他有留一些故事，然后他的家人是不知道的。你们有发生这种事吗？然后拿给家人之后，他们才看到说，原来他是这样子。像我们曾经遇过有一个案例，他就是我们去亲的时候，他一直以为是家人不要他们，就自己独居在外面，就很绝情跟人家在一起之类的。后来我们到现场去亲以后，才发现原来其实也是他王生仔可能活在他的自责当中，就是不断他写的那些说笔记、日记或书信，其实都一直在写他都没有寄出去，嗯，然后照片什么都一直留着，你看二三十年来的照片，然后都留在家里面，嗯，那也是借由我们过去了，然后就解释了一个误会这样子。那家人看到那些信件，应该就崩溃了吧？当场就只能是崩溃，跪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哭啊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你刚开始接触到这个产业的时候，会不会很常就是做噩梦？因为像我以前，我是在高速公路在帮人家吊死亡车或监视器画面的，然后我就是要一直去看那个监视器，然后找到那个撞击的砰火花瞬间，我要去截下来。然后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，我会常常做噩梦，然后很害怕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在接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样的事情？比较应该是说我之前是从事殡葬业出身的，对，我在10多年前从事殡葬业。那如果当初我从事殡葬业的时候，我每天的做梦都会梦到我在接大体，接人运遗体。然后后来我从事这一行之后，刚开始头一两年吧，每次工作完之后会持续做同样我在现场亲人的梦，大概一两个礼拜左右。所以你人生中跟你接触最多的是往生者。我有客人，他是做画大体的那个彩妆师，然后他就是画着画着画着，就是有一天他睡着，就他那个死者来托梦说他要指定来一个化妆品品牌，然后要用什么颜色，然后他要怎么画妆容。你们会有这种就是梦境这样吗？这倒没有，应该没有指定清洁剂的。我一定要我接哪一个牌，我要哪个节的那个，我一定要威猛现身。其他不要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听起来，这个工作真的我们要很值得尊敬哎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要把死者整个那个生活还原成原来的样子，包含对他家人的一个交代。对，尤其看完遗物整理师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工作，真的很伟大。谢谢大家。我真的不气，就是我其实我今天会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很喜欢小 S 姐，就是我崇拜你从高三到现在都三高了。你看起来根本就过得好不好？高三就是我以前曾经有发生过，就是我国中下课的时候，然后遇到你跟姐姐在那个就是某一个东西路口的那个卖烤鸭那边，然后我就看到你们，我就骑脚踏车跟你们打招呼，然后我就被车子撞飞了。然后我就牵着脚踏车，对，然后我就牵着脚踏车，然后身上都是血，然后走到你旁边叫你帮我牵，就请你帮我们牵。身上都是血，太可怕了，是真的，这超悲惨的。所以有牵到吗？有，但是他们你们就很亲切帮我牵。我没有看得出来你全身都是血吗？有，就是我膝盖流血还有手，然后你们还说你还好没事吧？你要不要？你还要急着要签名？我说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掰开这样子。然后牵着一个很破的脚踏车，这样。然后你之后有去医院吧？没有，就回家睡觉。什么啊？居然还活着？对。然后那个后来重点是那个签名，怎么样？我是因为我们班有个女生很喜欢你，所以我为了要巴结那个女生，我就赶快拿一个那个信封给你签，给你们签名。然后我见你们还挑紫色的笔，还有签一个什么爱心，你看爱心的那个，我印象很深。你说我人是不是很好？真的，你真的过得那时候的爱心，你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，是不是不记得？请问你是遇过很多全身是血的人找你签名吗？这应该算离奇吧？对，那应
经好很久以前的事了啦。对，就我国中的时候啊。所以少爷老师是教什么？大家刚刚有猜中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好像完全没有，他们有听到答案。美妆老师吗？是社会课老师。社会课，社会要补习，对，应该吧。社会要教什么、啊？社会就是历史、地理、公民三科都要教。哦，所以地理很强，是不是？还不错啦，对。你现在有多少学生呢？我现在主要是实体课跟线上课应该有同步有一两千人，一两千人，好多这么多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为什么会开线上？是因为现场是已经满了，炸了？没有，线上课是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，后来就想说可以把就是服务到更多全省的观众，还有像上海台上观众吗？那比如说现场一定是有一个限额，那如果我进不去的话，我要有什么方法？有遇过这种状况吗？那就是上同步班啦、啊，就是以前在北侧上过同步班，就是一间教室已经成两三百人，但是其实你上课只看到前六排人头，后面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对，就是塞到太满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就同步在另外一间教室放那种很大的 monitor， 然后给小朋友上课。你说你已经有这样子同步班了？以前有，对，以前。为什么现在没有？现在少子化加上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当然会减班，而且家长看到人多反而不喜欢。所以疫情有影响你的那个收入吗？有啊有啊，所以我才来，不是？你不是想一下我吗？你刚才那故事是编的吧？没有了，下一位补教名师樊清。到底戴面具干嘛？就感觉像篮球员呢。小哈哥吗？没有，哈哥走路走得很不好。请问您有什么丰功伟业吗？我的话，我是在补习班上课这样。然后跟学生很亲密，啊，这听起来像色情狂，社会案件了。你这怎么样？你是色情狂老师吗？就是我跟学生的多亲密，会抱着他们上课还是？你这题怎么搞的？就跟学生的感情非常好，就是他们可能失恋啊，或者是跟家人吵架，都会找我这样啊。我除了上课时间之外，下课也会花非常多时间跟他们相处，我也把他们当真正的朋友啊，会一起打球啊。然后拍影片之类的，所以听起来也是跟教学无关呢。你是跟他们很要好？你这人很好是不是？人非常好，而且我是非常感性的老师。所以你在教学上面的风格是？就是幽默风趣。然后，我比较容易把那种比较艰难的东西把它化解这样子。最艰难就是数学啊。可能还有更艰难的。更艰难。理化、化学。对。不对。也不是理化，物理，不对，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吗？好，对，数学答对了。你好无聊哎，我超有趣的。好了，你面具就拿下来了。三二一，请拿。哇，反应不一样，好不像老师哦。对呀，你是学生哦。你几岁啊？我大概30。这么年轻？30，30年很年轻啊，年轻。所以你是很厉害的学校毕业的吗？我彰化师范大学而已，就是一般的师范，就因为我是高中就确定要当老师，所以我就报师范这样子。哇！对对对。然后你数学考几分的时候？数学满级。你说满分吗？对对对对。指考还是学测？学测。学测跟统测都考啊，指考没考。你是教国中还是高中生？高中职这样子。高中职。那很难的耶。所以学测数学满分算厉害吧？算很厉害。你几分？我就均标而已。对，均标是？均标就是大概平均，大概90分吧，我觉得学测。九十几？但是我社会满分啊。什么东西？谢谢我带回家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好讨厌！这些老师都很欠。这些老师很欠打。那一集还会是名师。可是那你说你会用好的方式让学生可以快速记忆？对对，像高，因为国中到高中大家数学变烂，就是因为多了很多专业名词。嗯，比如说三角函数嘛 ，sin、cosine、tangent。哦，对对对。那 sin 的话，我就教他们那个，就是很像台语的 sin。你看到前方有个大便，有个 sin， 然后就往前方向就这样过去。嗯，然后他就知道那题怎么写，因为三角形长这样子嘛。嗯，那 sin 就你看，你从角度这边看到一个 sin 在前面，这样过去，碰到斜边更高。嗯，斜边更高就是你的答案了。那是多少？就是看题目给什么数字。算了，你不要问问
题啦，你跟他聊点别的好了。所以现在老师好像一定要必备幽默，幽默，然后要跟学生打成一片，然后长得帅一点，这点倒是目前最有必备吗？然后你有另类才艺吗？我才艺有可能，你会不会唱很多情歌帮学生疗伤？不会唱情歌跟他们聊上，可是会跟他们一起去唱歌这样子。那你哪首歌是什么？我哪首歌是周杰伦的？哎呦，哦，真的，哎，我没有提示机哦。哪一首？你可以点歌。表演，可以唱歌吗？黑色幽默会，黑色幽默也是可以的。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太高了。说三，你家人你是很久的吧，我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有有哭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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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哭腔。你还惹毛我？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你说你帅到追求者不断，那是什么故事？哦，就是在一个航班上，那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坐过飞机。在最多一个航班上，我拿到六个电话号码，客数啊，六个电话号码，对对，求助吗？然后都是他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，所以他们就是递个纸条给我这样。然后都是哪一型的女生？都有，有男有女，有成功配对，有男有女，有成功配对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会在飞机上给我那些号码的，我其实我都不很在意。对对对。不过有一个比较夸张，是一个日本人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去，他就把帘子打开来，然后就看到我就直接。鞠躬说：“请你给我电话号码。”这样，女生啊，男生哦，好酷哦！这是你当时当空服员的照片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对，已经退休了。早讲嘛，我就不会。你早讲嘛，师弟，你嘛，因为没有飞，那个体重就会增加。对 ，OK。所以如果是刚刚那照片，我可以理解啊，六个应该还太少了吧？所以你的服务，你在空上、那飞机上服务的秉持的原则是什么？站在客人的角度去想。我以前也载过你啊。我是不是一个非常随和的？你超安静，你超好的。对，因为喝醉了。所以你有载过哪一个明星是让你吓到说天哪，怎么那么难搞？我们会帮你把名字逼掉。哦，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明星人都很好，对对对，还有你的好朋友林志玲，我载她四次。哦，他听说飞机上很爱耍大牌。你不要造谣别人吧，他就说没有。他可以说抱歉，我很高哎，那椅子怎么难坐啊？但脚又超大的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